们请小杰帮我们做这个，然后爆老板的机关。我这个线有做防呆的，就是这里都有这个黄色的头，这两个小的就是这个下发射蟑螂的。对，然后大的这个是椅背上面的，我们先模拟一下好了。红色的是蟑螂发射器，哦，黄色的是背后。没有，先按黄色，然后再按黄色。这个是蟑螂发射器，对，然后这黄色的是后面那个。因为他光讲说越大声越好，他说整，他说老板受伤没关系，老板有危险没关系，我说他有生命危险，老板有生命危险没关系，没有没有，这个节目是安全的，没有没有，还是你刚刚说可以造成生命危险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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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紧张了，我疯掉了，要坐着吗？没有，我已经站起来。空气而已，所以你直接朝人打，其实完全不会有事的。它本身其实没什么力量，它只是大声而已。我们必须要跟小杰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，为了老板。我这样花多久啊？我昨天弄到两点，一天做完。哦，所以你一天就可以做完？因为我做过啊，所以我材料很清楚，要去哪里买，有稍微改良一下，我把它改成就是比较傻瓜一点，粘一下、缠一下就好了。我怕你们等一下拍到观众会说，那个小杰做的端子怎么没有夹？这个嫁出去的女儿还是要化一下妆。因为跟大家讲，我们原本是拿那个爆炸包在测试，是那个按一下然后碰起来，对，那个是我们的能力只能这样，化学反应没办法控制。对，然后就算剂量一样也没办法。后来呢，就是马上。私讯的小杰问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给我们援助，你们是先找健保。很感谢小杰，我们得到了一个超破的设计图。哦，那个设计图在这边。那个具象化哦，只给了一个这边。好，来来来，老板你拿着礼物坐坐坐坐坐坐着讲坐着讲。哦，棒棒棒棒棒。我们这一支影片一定会给他看，让他知道是谁帮助我们这么多的。这是黄小杰特地从台中上来帮我们做这个。没错。哎，干你老师。现在是换了 Maki 的新手机拍的。你是什么？我的是7啊，你的是12。Five generation。OK。你是7哦。对啊。7。对。好慢哦。他没有反应，小欧看起来很担心。今天这台机车是老板骑嘛？我要先在他之前先搞清楚这台机车的所有功能。对，因为明天我要坐他后座，所以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，我的命也会遭殃，所以我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老板没有学，然后是你学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老板昨天已经跟我讲了，他说他明天一定会跟你吵架。为什么？你们中间有一个很不可告人的羁绊。他小。我们这里是黄家城的小天使是小欧，然后老板的第一个线索呢会坐在小欧的身上，即将在小欧的肚子上盖上9个 NITCO 这样子，太多了吧？刺青国教，今天当刺青师，不然今天是专业的刺青师。公关叫你画那个米豆子可以吗？会不会太难？我直接回很难。这9个 NITCO 要在小欧的肚子上。公关，你还是可以打枪他。天哪，我妈好酷哦！他肚子超白的。对啊，很像要帮他做超音波哎，不然为什么？要帮他剖腹一样。是要9个吗？我的想法是上面4个，下面5个。你自己过来看，很难塞。那种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很杂。我以为硕大就是美。哒哒哒哒，哇！哥哥要上了，哥哥，哥哥，哦，你会深受小朋友喜爱哦，打开来喽，好，谢谢马西的，哇，马西盯着我的肚子惊呼，好可怕。中间还有一个分水岭，就是有一些毛，谢谢、哦、我自己都紧张，我不敢动，我真的觉得刺青师很厉害耶，对啊，他们要怎么手不抖啊，而且在软软的肉上，画面其实有点荒谬，有一个人在那边躺着看 iPad。老板来了，那个，等一下，请出去，什么？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叫我？你可以吗？谢谢，我是老板吧。老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声音太大了，声音穿透力很强，只要远远的要进来，我们就会听到声音。我想叫小欧不要呼吸哦。
好赞哦！赞赞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肚子，这个肚子赞了。我们就是一个 Nesco， 一个这个 Tanjiro， 然后跟个酒，表示说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呢有九妹，其中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杯妹大赛的终点。看，你又拿 iPad 拍照，我要记录这美好的一刻。刚超可怕的，你刚刚就说，妈咪，你可以帮我剪一下这个，然后我就这样动作慢慢的，然后下一秒他说干你。艾米姐，不是啦，第一次遇到那种会工作到一半骂我干你娘的，不要乱讲话啦！刚刚有录到哦，很烦呢、欸。刚刚艾米看着老板这张照片说了什么呢？不是啊，因为老板这个选举公报照片很屁，很讨厌啊！我就说到底谁要爱他？这才是我们最喜欢的老板。我就说到底谁要爱他？这才是我们最喜欢的老板。Oh my god！ 那你现在不一样哎、欸，你很常说我们爱你。为了剪纸骂我干你娘，跟觉得谁会爱邱慧姐？最后一句话我可能被骂到死、欸，怎么办？那我想问一下小欧，你现在方不方便让我们看一下你 iPad 的搜寻记录？当然不方便啦。他马都不知道我在睡觉，然后我刚刚就坐在那躺在那边，然后就发现我睡觉的时候我在想公司的企划，然后我整个人在公司跑来跑去，所以我现在睡起来超累的。我在睡梦中想要用讲话讲说我的企划是什么，我还真的他们帮我啊。汤马，你不行，你太忙，没办法帮我记，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想不出话来，然后我就一直跑，一整个公司没有人有办法帮我记，算汤马，我还是跟你讲好了。我发现我那个梦呢，应该是没用的。啊，小饼现在已经坐这里，但是我那时候跟小米讲话的时候，小米在坐在这里。去年的小饼，我梦是现在梦过去是，而且他全身金头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小饼那时候是金头发。在讲什么？你认错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那个梦是错的。